看清楚了，谁才配做我家的儿子？大哥，别忘了，你们欧家这些年可通过我们捞了不少银子。站住！抓住他！只是没想到，他竟然还留下了证据，证据还落到了你的手里。你们竟为了掩盖勾结海盗的罪证，滥杀无辜。原来欧家真的与海盗勾结，难怪海禁之师受到百般阻挠。听了这么久，时辰也不早了，你们上路吧。行，你终于承认自己的罪行了。任坤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徐灵仪，你错就错在竟然利用我身边的人。你先起来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比别人都了解你。你那么善良，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？你有什么苦衷，告诉我。夫人，我傻丫头，只要能帮到你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帮我？那些话是谁教你说的？这可能关系到徐家的生死存亡，你必须坦白告诉我。是婆婆，婆婆说我要那么说才能帮到你。婆婆并无害我之心，更不会与欧家结盟。我担心她是被人利用了。你我夫妻之情若是受损，从中无人得利，此人定有后手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这个谋策看似是落在冬青身上，但实则是取决于你的反应和行动。你不妨静观其变，访客为主，我安排家里信得过的人来配合你。难道欧公子对琥珀也有所怀疑？经历这么多事，我相信永平侯的为人，即便是千夫所指，也不可能做出纳冬青为妾的事来伤害你。以你的为人，即便是离开徐家，也不会求助于我，因为那样会伤害永平侯，所以琥珀此举便令人费解了。欧公子起初对你还抱有希望，认为你绝不至如此狠毒，只可惜他高看了你。欧言行，你居然勾结徐家陷害我！大哥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从未想过伤害你，也从未想过与你争权。我多么希望永平侯的判断是错的，
直到刚才我还希望出现的人不是，是你逼自己走上这条绝路。别假惺惺了，你若不想与我争权，为何放弃游山玩水的生活回到欧家？为什么一次次在父亲面前出现？为什么提醒父亲负了你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父亲厌恶我？让父亲厌恶你的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我若不死，一定手刃了你。欧里行，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就等着律法的严惩吧。走，撤。正，保护夫人，侯爷小心。正，林峰，共进。你豢养私兵，勾结海盗，劫杀朝臣，罪不可赦。欧里行，你犯下了如此罪名，靖远侯大失去意，想用我来毁掉欧家。走，跪跪下。在父亲心中，我一直远不如你。看清楚了，谁才配做欧家的儿子？大哥。